一年一度的阿拉善英雄会在美女的站台下又拉开序幕。长城鞋、移动小别墅、女装炮、炮火联盟珠峰版，又撒又酷、越野性能爆表的黑蛋，四驱房车揽众，装甲屠城前行者，灵活打造的300，谢尔比大尺寸3.0，龙蛋，重车携手倒骑时亮相阿拉善，炮火联盟共创大会。坐在我前排，中国改装界的三大巨头运粮、顶火、谢尔比。后排一阵尖叫，原来是美女驾到。指挥官小姐姐作为黑蛋的首批用户，和咖啡姐作为女装炮的首批用户，和自己的偶像女神站在同一舞台上，开心的心都要飞起来了。从红酒到女装炮，用长城去旅行，绝对行。